妈妈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？加拿大那么远。这是 Nolan 第一次有自己的座位，太棒了！这个飞机小到我们的行李都放不上去，但是它允许我们放在脚下面。还没有起飞呢。这是我上过最小的厕所。Oh my！ Nolan， 我们进加拿大了。我们看看这个 rental car 在哪边。看，法语、英语、中文。我这个进入加拿大边境十秒钟的感受就是，所有东西上面都有中文。我们刚刚意识到，原来加拿大用的不是美金啊，完全没有换加拿大钱能办，傻逼了，刷信用卡了。啊，小熊保护侬了，爸爸在家近了。哒哒哒哒。人呢？诺伦，你在吃香蕉啊？喜欢这个房间吗？就是 size 小小的，但是感觉他心中所以说他比较害怕。啊，在 price line 上 bid 了一个，本来以为是 four season， 没想到 bid 到了一个 trump。还好，这个我没有什么政治偏见。诺伦，喜欢这个酒店吗？这酒店是你总统的酒店啊？这里要高展示一下高科技。硅谷高科技人才不然。哎，手中脏，好慢啊。lobster 味，关键是，那奶是生生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生蚝 ，and the smallest sparkles ever。它反过来有名字。现在 Nolan 在跟妈妈在冷战之中。你要跟妈妈握握手。Nolan 突然间就说不要妈妈了，然后妈妈就很伤心。妈妈现在在讨好 Nolan。另外一只手手拉，你跟妈妈要是好朋友吗？喜欢妈妈吗？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刚刚路上有一个人说他喜欢我的 outfit。是吗？这我好像这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赞。被人称赞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人生巅峰啊！是你颜值巅峰吗？他这是 it's not about 颜值 ，it's not about it's about taste， it's about style and taste。哇，加拿大人民好 friendly 啊！我打算以后移民加拿大了，加拿大人懂得我的 taste。山洞了，耶！
你知道我今天去哪儿吗？能不能？今天我们去Island of Victoria。然后要先开大半个小时车，再坐一个半小时的船，然后再开大半个小时的车才能到目的地。OK。我们现在排队等上轮船，我们订了我们订了10点钟的轮船，但是我们现在9点钟不到就赶过来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能不能上9点钟的轮船，现在目前还不知道能上还是不能上，然后现在很焦虑，对不对啊 Nolan？ Nolan 一点都不焦虑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好像要上船了。哇，那车好像挺好的，就这样一个挨一个的就卡在里面。我们好像停了个好位置，不过待会儿应该也是可以出去的。妈妈，我们成功的赶上了9点钟的轮船。是啊。对的，然后现在 Nolan 现在正在看水。而且我们一上船就开了。对的，太棒了，今天的时间对不对？嗨翻，嗨翻。耶、yeah. ！我们要开一个半小时 ，Nolan。我们开很久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下船喽！到了不穿卡的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Butcher Garden。我待会儿要放飞正，直接就放了一个会飞的 gardener。作为一个不是很懂植物的吃货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亮点就是这个餐馆。Nolan， 妈妈在给我买雪糕。现在离开了 Butcher Garden， 要往 Victoria Downtown 走。大西瓜在哪里？大西瓜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大西瓜也有。
加拿大的生蚝是很好吃。好吃好吃。妈妈停不下来了。诺伦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干嘛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猜，我猜，我们要坐船回去了，我们要坐船回 Vancouver。我们没有赶上上一艘船，所以说我们得排队坐下一艘船。诺伦在喝奶奶。诺伦，我们的船来了，我们的船到岸了，我们又上船了，有一股鱼腥味儿。哇，那边好漂亮哦。漂亮。哇。下船了，往酒店走，好漂亮。